好，先跟你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鹏。我们要安静的听鹿晗讲话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首先呢，还是要恭喜鹿晗获得这个奖项啊！这个节目呢，我们要请出是百联公司鹿晗曾两先生先给颁发这个奖，有请曾总。点击用脚投票而产生的这个奖项啊，那我知道，其实很多人都在写微博，但是鹿晗简单的转了一个慢点视频的微博，就获得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告诉我你怎么做到的？没有，其实在这里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啊，我的粉丝们，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对，真的非常感谢。那其实啊，你知道在百度平台上，包括你的贴吧，包括你的百科，它的这个相关的数据一直是引领整个这个产品的这个用户量。那么你平常怎么去跟你的粉丝通过这些平台互动呢？对，就像我偶尔就会上贴吧呀，看完粉丝们的留言，然后对是这样的，然后对很多的，然后就是用百度搜一搜新闻。曼联的消息，是、我其实觉得，今天这个奖项其实让鹿晗不仅是一个超级的 super idol 啊，其实更多的也是成为了这个数字的英雄，对吧？谢谢，好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好的，我们再次恭喜鹿晗获得这个奖项，也祝你未来越来越顺利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好，谢谢鹿晗。这样我们所有的粉丝来一起喊这句话，鹿晗加油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。好，谢谢。